今天给老公来个计重计。猪蹄子放碗底，然后用米饭盖住。我倒看看你今天玩什么花样。上面再放几个骨头迷惑他一下。我选这个。这是我要选的，你吃它。有鸡腿不吃，我能吃的喷面条子吗？哎呀，这是我要吃的。给我。你咋这么膈应人呢？膈应我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啊？有道理。先配合你演戏，一会儿再收拾你。嗯，给我吃面条。你不要吃这个吗？你看你那啥呀，你又整的破骨头忽悠我，你自己留吃吧。老公可算是上钩了。我还想吃个面条呢，咋的？你想吃啥就吃啥呀？咋的？我想吃啥就吃啥。等会我吃猪蹄子的时候，你就该傻眼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你别笑，没有辣酱了，给我求点去。我不去，我猪还不好使是不是？你轻点跟我嘚瑟啊！机会这不就来了吗？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再怎么套路我，也挡不住我贪吃的嘴。这猪蹄子挺有咬头啊，有人再一模一样点给它放回去，这要是被发现我就废了。咋的呀？咋的？你没长手啊？你再瞪一个我看看。看了一下，猪蹄子还在。吃你的面条吧，一会我吃猪蹄子馋馋你。这辣酱拌面条挺好吃啊，你多我囤点。咋的？我该你的啊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烧的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呢，我们可以拿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，当个蘸酱炒个菜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给大家发，满满这一箱10罐啊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子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，太合适了。反正我是要吃饱了，一会儿找个机会我得赶紧溜。我吃饱了，把碗刷了吧。哎，别着急呀、啊、我还没吃呢、让你看看我的大猪蹄子馋蒙你。